是装哪一个？装 2.33 的这个好了，因为至少这个 2.33 的哈，它比较相容。你也当然也，我是建议暂时还是不要装4以后的版本哦，我觉得问题还是蛮多的。那这个部分呢，你们先检查一下。如果没有，请到这一个哈，我们这上面有个 Open Android 的 SDK Manager， 请你把这个地方哦把它装起来。那这里的话，请各位看一下，如果你没有的话，往下找哦，找到那个。 这边有一个 2.33啊10的版本，那确定一下这个地方有没有打勾，啊，如果没有打勾的话，请各位哈把这个地方有没有，你先找到 2.33 的版本，然后呢看一下就是把它展开来之后，看一下 Google APIs 的地方有没有 install，如果没有 install， 请你把它打勾，然后再把它 install，那其他的都不要装了，它可能会。 会打勾其他有的没的，像这个暂时先不要打勾好了，它好像会预设会帮你把它做打勾。好，那这个地方一定要先打勾。那安装的话，先把它安装起来，这第一个啊。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呢哈，确定有没有这个版。第二个就是说你在模拟器里面，那我们前面哈都是用没有这个 Google API 的版本。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要 run 哦这个 Google 地图的话，你也一定要装一个就是有 Google API 的这个模拟器，那两个之间是不一样的哦。好，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先看一下这个地方你们的环境，确认一下有没有这个 Google APIs， 如果没有的话，请你先把它装起来。第一个哈，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呢哈，你的模拟器，如果说你模拟器里面是旧版的，请你 new 一个。 好，那这边的话呢，请你也建立一个模拟器啊。这个模拟器的话呢，请你建一个 APIs， 好，我已经有一个，我先后面给它一个2好了。那 target 就是说呢，如果你这个 Google APIs 的版本有的话，你请你选这一个。也就是说呢，哈，我们模拟器也要有 Google API 这个程式库，我才可以 run 得起来。那 size 的话，我给它 52好了 ，OK。 然后底下的话，我用 HVJ 把它 new create 一个新的。那将来你要执行 Google 地图，也要这个 Google APIs 的模拟器，否则也是 run 不起来哦。这一点要特别注意。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那首先的话呢，第一个我们先来讲一下如何申请 Google 地图的金钥。第一个，这里的话呢，首先稍微说明一下。 如何申请这个金钥的部分呢？因为呢，哈 ，Map View 我们会使用到一个叫做 Map View 的一个类别。这个 Map View 的话呢，是专门呢来呈现什么 Google 地图的元件。那使用 Map View 呢，必须在 Android API Key 的地方输入什么呢 ？Android 的 Map 的 API Key， 哈，简称就是 API 金钥。那申请的流程步骤哈，特别注意啊，一，请你找到什么呢？这个。 Debug Keystore 的路径，预设路径。第二个的话呢，依照这个档案路径呢，必须要给一个命令。这个命令的话呢，就是。